刹车，很简单，你看，只要伸出脚，用力这么一踩就可以了。不对哦，就算你刹得住车，并不代表后方车辆也跟你一样可以刹得住。严重的话，可能会产生连环追撞车祸。除特殊状况外，应尽量缓缓踩刹车。建议所有的驾驶人尽量避免重踩刹车，控制车速，并且保持适当的刹车停止距离。开车习惯培养好，道路平安一把照。